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今天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情况。这个市场呢，最近非常 hot。Housing market prediction in 2022, will it crash in 2022？最近呢也是有一些客户这个买呀房子、卖房子的情况，现在呢非常的火，非常火。市场就是比如说低价位的、中间价位的出来就卖，但是美联储又要加息。大家都知道，美联储要最近要，在2022年的时候要加利息，利息慢慢的要涨上去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会对房地产会有影响，会对股市也会有影响，也说会在近期的也要提前，所以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利息呀。还有股市市场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，但是这个连美联储要涨利息的话，那么资金都要银行都要收紧了，所以现在这个行股市也好，房市也好，是否会继续再涨下去，这都是大家要关心的问题。我最近也听了好多这个。路边上啊，或者是这个在市场超市啊，在这个 Sam's Club 啊，加油站啊，到处都在听说，大家都想卖房，因为手里的房都涨价了。大家有的是这个人口少了，那么就 downsizing；有的人口呢，这个房或怎么样需要换换房的，有在换房的。所以呢，买卖都比较这个，买卖房都比较这个活跃。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市场的房，就是低价位一些的，比如说二三十万的，出来市场，零天就有人看房，约看房，然后这个房到了市场上第一天或第二天，那就攀顶了。所以这个有些这个房的话上来就没了，而且价钱都在不断的在增加。最近也有一个客户帮一个客户也是递了几个 offer，也都是作废了，就是人家的价钱比我们高出于 listing price 还高的，也都被卖掉了，很快。这个现在多数都是年中了。卖房应该便宜，现在结果还是这样，什么原因呢？哦，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就是房源短缺，房源短缺呀。还有呢，是材料，这个建筑材料短缺。迟迟的有些新房交不了工，也给这些供需失衡了，供应不上，需要买的买不到啊，所以呢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。美联储明年要涨利息，涨利息的情况就会。对股市、房市会有影响，会有影响。最近看房也是，还是挺火的。但是我觉得，泡沫说2018年泡沫也没泡。2019年我把我的房给卖了，然后就是新冠病毒。新冠病毒呢，听说那些坏账的那些交不上房租的会有。欠账的，就是 mortgage 付不上的，国家政策都要
都给放松，就是不准撵房客。那么房东的话，这个贷款的利息分期付款也可以延迟付。所以这个房地产现在是热，是让那些这些迟交的这些房东们的分期付款，让他们有些坏账，把这些房卖掉。和2008年的2006年的房地产泡沫这次不一样，上次呢很多银行在赔钱，现在呢新冠病毒呢倒把经济倒把房市给涨起来了。你们说这个是不是怪不怪？然后现在也有好多的 help wanted， 就说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上班了，很多这个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很多人都不上班。还有一个就是疫情的事儿，也使得把那些能够收到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失业救济金的他们也不愿意上班，能收能在家休息或者是坐等着这个失业救济金，为什么要去上班呢？所以也有人拿失业救济金拿到股市来炒股票，这个我也知道，有人这么做，所以最近这个房市、股市的话，都是股市呢，大盘在涨，但是呢，个股在跌，很多人都赔了钱，然后房市在大涨，你说这不是两个极端吗？所以来和大家，说说我的一些想法，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，也可以和我分享，如果有同意或者有不同的看法，是否能和大家再分享一下，来讨论一下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评论。还有最近也有人也跟我提过这样的事儿，说看房的时候希望买方的这个带小孩的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去看房的时候尽量不要坐人家的床，不要摸人家的东西，不要动人家的东西。有的房不是空的，还有原主人的一些家具啊，什么东西啊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主人在和不在，都会担心孩子们能不能碰他们的东西什么的。这个呢，我也不是听一次两次了，所以呢，想和看房的这些家长们那个提醒一下，再提醒一下，如果主人知道或者在家看到不太喜欢看到的东西，是否会影响买房？希望我们能买房能买得成功，而且买到好的价钱。这个还有什么大家想分享的要注意的，在viewing the house 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，就是这些。还有我也曾经想起来过一件事儿，就是如果结婚的人到人家孩子啊或者是客人呢，男男女女的坐人家的新婚的床，那是一个大忌。所以都是一些小事儿，就是一些礼节方面的事儿，希望大家还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些小节吧。反正那个今天和大家就想探讨一下房市是涨还是能跌，这是大家关心的话题。现在是买还是卖的时候，也是大家都是关心的问题。今天呢也遇到了一个
人也我也问他了一句，我说 "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eal estate market？" 他说应该卖。现在说我的房现在要是卖的话，我能存到我手里的现金能到20万，可是我老婆不让我卖。他说我这20万现金，我存个年金，我什么每个月我都收进来固定的收入，该多好啊！所以呢，好多人都在说这个问题，我也不断的在没什么事儿的话都在问别人，对这个 real estate market 到底什么看法？90%以上的人，或者99%以上的人都在跟我说卖卖卖，但是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是买房的时候呢，刚需的时候就可以买房，计算这个 capital rate，到底算多少钱我才买？多少钱我才卖？大家呢都可以计算一下啊。所以这个公式我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个链接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用这个公式，也可以大家去网站上 Google 一下怎么算这个公式的话呢，还是有公式的啊。你看看，再算一下这个 capital rate, cap rate，cap rate calculator，这上都有 Google，你 Google 一下，然后具体的解释，怎么算，怎么具体的这个解释，大家作为投资者都可以来看一看。好吗？那个我会把这个 cap rate 的 calculator 我和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 calculator，在这里你就加上买的价钱，然后 monthly rent，然后呢 property tax，然后呢 management fee，还有 insurance 一个月多少钱，这个弄不下去，这个他给你放在那儿了，你就把那些数字加进去。然后就成为你的 cap rate 了，好吗？所以呢，今天呢和大家就吐槽这些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我遇到的事儿。我和大家分享房地产的这些知识的话，也是有一个朋友，曾经是我的客人，他说你讲股票，你为什么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房地产的事儿呢？所以我就开通了这个频道，和大家分享链接呀，分享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个视频了，在这上都能看得到，和大家分享，这个一些视频什么的，这个频道的作用就是这个，和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知识和一些链接，看房啊。这一些 model home 啊，一些介绍房产的事儿，那么有大家还有更好的这些资源，都要和大家在这里共同分享，大家互相学习吧，好吗？今天就说这么多，有补充的，还有您有什么看法对房地产，请大家和我分享，也和大家共同分享。和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，我不会一一在这个朋友圈呐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来这个 publish 或 promote my 这个频道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跟踪这个，就要点赞啦、订阅啦、点小铃铛啊，就不会错过一些视频。好吗？谢谢大家的观看啦。那么有不同的意见，请大家在这里分享。谢谢大家观看。那么 Have a nice night. 我 see you next time. Bye.